欢迎来到易拉架音乐。今天要先学一些节奏啦，这种节奏呢是我们在华语流行歌里面常听到的节奏，它叫做切分音节奏。 OK， 怎么做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你回到以前我刚开始教你打鼓的时候，我教你这个蹦次恰次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哦，这个节奏超容易，对不对？ OK，那我在这个蹦次恰次结束之后，我的不安分的小手手偷偷多打一下，变成蹦次恰次。哎，你知道以为次结束了，我走之前偷偷打一下，变蹦次恰。哎，就这样啦、啊。打好四 beats 后，再改成八 beats 来打。那后面呢？我们接回去以前学那个蹦蹦恰，就变蹦次恰次恰。所以你要在这个 hi-hat 跟下一个蹦要下去之前呢，偷偷加一个下去16分音符下去。好，我们配上节拍器试试看咯，1 2 3 4，就这样，有没有非常的容易？好，那你打好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再偷偷多加一点点，加了一个以后，我们再试试看加两个，怎么加呢？在这边。